今天正好是那个已经在徐州那个，被这个一些奇怪的声音，然后加一点，有吗？没有，自己来。问一下吧，有多少个？没事，人家不关心。没什么关系，就去自信点，就感觉啊。谢谢大家。反正这个在川寨人也不是很多，然后咱这边算是。作为邮台的朋友来说，这里是一个地方，然后还是这么意思，我们也要逐渐开始进入到什么设施这种开始学习吧，对吧？就是要去完善这样一个体系，然后逐渐从代数角度去展开对方程和等式啊，其他可以进行学习，然后是一些基础性知识，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初级班这样一个规划。初级班就是基本上相当于初中阶段最基础的一些东西，我们觉得都基础。相对的，可能难度不会那么的高，对吧？难度不会那么高，但是，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打基础的阶段。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阶段能够完善自身的这样一个基础的锻炼，能够提高你们的计算速度、计算能力，啊，能够熟悉这些基础的结构。包括现在很多这个我们站在比较高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话，好多这个管理，我管理都知道吧？不知道是吧？还不知道吗？不知道，有点聊不下去了，是吧？就是包括那个像中国国家队的这个教练员们都在谈这个事情，就是想要提高成绩，不要一味的做特别难的问题，是吧？老做特别难的问题是没有太大收获的，因为太难的问题导致结果就是十个有八个你不会做，是吧？有两个你会做，那八个不会做的，你可能其实收获并不是很大，是吧？真正想把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处理得很清晰，前提是你们对基础的问题非常熟悉才可以。因为复杂的问题其实都是由比较基础的结构一个一个小块组成的，大概都明白了。所以这个阶段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重点在哪儿，是吧？不要一味的求难，求难是没有太多意义的，说实话。你们现在这个阶段所接触到的初中内容还没有到特别核心的、可拓展的角度非常多的这些内容，所以不需要一味的去找那些偏难怪的问题来怎么说，大概这么意思。然后我是七号，就是周四的凌晨回到北京。其实还是有点疲劳的，就昨天上午的课其实耽误了很多精力，把那个课跟你们没关系了，对吧？但是那个课比较扯，所以说这个也希望你们能稍微体谅一点点啊。然后去了一个叫柬埔寨的一个贫穷国家，对吧？有机会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柬埔寨这些文化。他们去了之后，第一感觉就是还是社会比较好，对吧？我们国家太厉害了啊，穷国家，所以。最有名，接我们从机场走的时候，走的是他们国家最有名的一条公路，叫六号公路，是水平的，就大概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机场高速，机场高速知道吧？啊，机场高速旁边那条不封闭的小土路，知道吧？大概那个水平是吧？大概那个，所以真的很惨啊，这个。好，不扯别了，我们就说我们今天的。我们首先这个第一个单元，刚才就是我们再讲这个上海公式。上海公式，我们在假期呢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也做了一些基础的应用，我们在这儿呢，还有这么立出来，好好再做一做训练。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在月班阶段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内容了，也是跟后续的一些单元连接紧密的一个，是吧？然后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学过的一些常用公式，叫公式回顾吧。我们都学过什么呀？或者我换一个问法，什么叫常用公式啊？为什么把它们拎出来单独说啊？其实常用公式就是一些固定的整式乘法结构，对吧？只不过它们在我们的整式乘法运算当中出现的比率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把它们总结出来来说这个事情。那我们其实说了有什么平方差公式，是吧？哎，这是我们都是我们在讲过的。你看我啊，没有，我看加点题进度。比较多，导致经常容易记不清楚哪些是哪些都讲过。还有一个是这个完形平方公式，对吧？还有别的吗？说说名字。都不知道，那你先说这样吧。平方差公式长什么样？再找一个不认识的是吧？全新人啊。
早上不是有什么东西啊？大概这意思是吧？我们说两个数的和乘以两个数差是吧？就结果就等于两个数平方个差是吧？对，因为那球长这样，意思叫它叫平方差公式是吧？就这么个意思。这个可以的吧？可以了，以后我不会要求大家从右往左来做的是吧？以后我会要求大家从，你想想从左到右应该是把多项式乘法一个过程打开是吧？把括号打开，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整式乘法的过程是吧？从右到左就是相当于我们把多项式的形式还原成了几个单项式和多项式乘积的结构是吧？就这种形式是吧？就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很像我们在小学阶段做一什么工作。如果我们把整式乘法类比成整数乘法的话，从左到右是不是就把这个数字乘开就行了，是吧？那从右到左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小学做的工作。没做过还是我类比不太清楚。哎。你小学说二乘三等于六，这都够了吧？够了。那你说六等于二乘三是什么公式啊？逆约算。哎，也没错是吧？逆约算。哎，小学没提过这说法啊？尤其我都举这种例子了。是因为不分解没提过吗？哦，啊，一说都知道是吧？行了，那还行。所以以后我们也会要求大家在整式这方面做这个工作，就是把多项式的形式还原成因式乘积的形式是吧？以后我们再说。剧透是没有什么意思是吧？剧透没资格。好吧，那个文明公式长什么样？侯十一，侯十一，说这个。公式就是 A 方加上 A 方加上 A 2AB 加上 B 方完了。没有，说，可以吧？好，可以 A 加 B。A 加先请过吧是吧？除了这图画上还稍微注意点是吧 ？A 加 B 的这个完全平方或者说 A 加 B 整体的平方是吧？它应该等于什么 ？A 方加上 2AB 加上 B 方是吧？哎，大概这么一个结构是吧？大概这么。那我们做的工作还是一个把括号打开的这样一个工作对吧？乘开之后有两个同位项被合并，那这里其实也一样，乘开之后两个同位项如果抵消了是吧？合并之后抵消了。那先说这个，如果把这个数改成负呢？其实我们今天有这个整式的思想在这里，应该很清晰的看到，相当于把上面这行公式当中的 b 又换成了负 b 是吧？你这样就相当于整式右端恒等式嘛？整式右端是不是所有 b 都变成换成负 b 了？于是呢，是不是这两项都变成负的？啊，不是是吧？那只有谁变成负的？只有这个乘积项变成负的了是吧？原因是因为当你把所有 b 都换成负 b 的时候，这 b 方是吧，反而负不得正，是这意思是吧？所以用来描公式大概是这一形式是吧？两个人的平方和乘积项的二倍是吧？啊，这个符号和框里这个符号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个算式是一个多项式整体的平方，所以我们才叫完全平方公式，能明白这意思吗？一个多项式整体的平方是吧？那么这个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是吧？以后你们就要体会越来越深刻了是吧？非常记忆的一个数字，记住人乘积项前面有个系是吧？好吧，就是这两个呢，或者说这两组呢，应该是二次型的乘法公式。二次型乘法公式应该是我这个要大家非常熟悉的才对是吧？在二次型还有平面几何的意义可以解释啊，如果你们知道的话，都见过没有啊？比如你画个图，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完全平方会不会解释啊？二次东西在平面几何当中有什么意义跟二次型的对应啊？正方正方形的。就是图形面积吧，我们假装这是两个正方形，然后呢，这个变成了是 A， 这个变成了是 B， 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吧？那这两个部分应该是两个矩形，是吧？所以整个这大正方面积呢，这个变成是变成 A 加 B 啊，是吧？那它的面积呈现就是这个东西的完全平方，是吧？这个平方。而当我们看这。四小块面积的左上角应该是 A 方是吧？右下角应该是 B 方是吧？这两个矩形呢都是 A 乘 B 是吧？长和宽是吧？也是这样一组，所以自然呢属于相当于这样一个方式打开的这种是吧？所以我们老祖宗在这种东西还是研究的非常厉害是吧？包括这个构性，我们这东西证明也是非常精彩，就到了再说。
好吧，这是关于二次型插入。那三次型呢？可能我们用的稍微少一些，可能我们有啊。啊，多说一句啊，我们没有平方格公式是吧？啊，没有平方格公式，没有什么东西成拆成两个平方格，这是做不到的。可能我们有那个立方格公式，这也行。我们看那个立方差公式是吧？还有这个完全立方公式是吧？都记着人家名字吧？为什么叫立方格啊？立方，两个立方数。因为四十来结果是这两个数字，或者说这两个整体的立方的和是吧？所以叫立方格。轻弱。哎，这个立方格公式长什么样？第二个因式就一个是个二次修的是吧，所以在记忆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一定是个二次，所以这个形式当中就是这样，前面这两个数和中间那个地方呢平方和是吧，然后减去一类的乘积项是吧，这东西你打开过没有啊？当你打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负 a 立方它俩是有一个负的 a 方 b， 有一个负的 a 立方是吧，就分别和这 a 乘立方和 b 乘 a 立方全部都绝掉了，只有这两个立方项就留下来了是吧，就是这两个地方。类似的，如果这个立方差公式呢，先长这样，哎，就换成这样是吧？行式非常像。是吧？前面这一次因式变成两个数差，而后面这个当中，平方当然还是正的，这个乘积项的系数呢变成了正的，是吧？啊，变成正，所以也一样的，这个 a b 乘和这个 a 减 b 乘呢，分别就和这 a 方乘 b 负 b 和 a 乘 b 方全部都约掉。是吧？就是这样，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构啊。那人家的名字来源当然由结果来的，是吧？立方个和立方个差，所以叫立方个差。规矩是什么？这个三次的一次乘二次，其中这一次项，一次这多项是中间这符号呢，和这个结果的符号应该是一致的，是吧？二次多项是当中乘积项的符号和外面的结果应该是相反的啊，大概这么一个规矩啊，大概。好吧，然后这个完全立方，顾名思义就是什么？一个整体的立方，对吧？这打开应该得什么呀？送一。还给你个机会，这打开应该是。应该是 a 三次方加上三 a 方 b 加上三 a b 方加上 b 三方。然后怎么过？哎，大概这么个意思是吧？哎，大概这么个意思。然后有整个写法也是按照。以 A 为主要降幂的这个顺序出现的是吧？是吧？降幂顺序出现，A 的三次方，C
三倍的 a 方 b， 三倍的 a 立方和 b 的立方，是吧？ b 的立方。整个系数呢，其实和小学可能讲过的阳光下行的系数规律应该是一样的，对吧？哎，都知道吧？如果你打开 a 加 b 四的方面。这也会打吗？ a 的四次加上四 a 三次 b 加上六 a 方 b 加上四 a 三次加。哎，这意思是吧？整个这项的这个顺序呢，还是按照某一个字母加 b 的顺序出现的，是吧？它的整个这系数规律的，就和所谓阳光下行这第四行应该是一样的，是吧？哎，稍微大一点的，这会不会打呀？就是 a 的 n 次方加上 c n 1，所以你要是知道这个的话，当然是非常好的。 c n 1 a n 减一加上 c n， 哎，这意思是吧？其实这个地的系数呢，就是 c n 零，是吧？嗯。c n 零其实就是一，是吧？哎，其实一，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比较复杂了，是吧？阳光下行的规律其实就是这东西学过吧，左数，左数学过吧，是吧？所以这东西你可以去了解了解，是吧？这个东西到了高中会讲详细的它的一些拓展的应用，是吧？这东西到了高中的二项的定理，有兴趣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是吧？当然，再复杂的东西你可能看不懂了，就是就用这样，好吧？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所以让你打了四次、五次、六次、二百五十次什么的，你要大概知道怎么打，是吧？大概了解的，稍微狠一点呢。有这个会不会打啊？啊，还好。一会儿再说吧，是吧？哎，一会儿再说吧。好，我们先把这个写完。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改成减，对吧？类似于完全平方的时候，把这改成减。那么相当于一样的道理，把 b 换成了负 b， 哪一项会跟着变成负的呢？三 a 方 b 和 b 三次。为什么他们俩呀？因为那个。还有那个，如果还有 b 方的话，那么负不得正比消，其他还有那个。哎，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规律，就是当你把 b 换成负 b 的时候，所有 b 都变成负 b， 是吧？那么根据这个积负偶正原则呢，应该是关于 b 的奇数次项啊，关于 b 的奇数次项变成负的，是吧？所以像这个是关于 b 的一次项，是吧？像尾巴这应该是关于 b 的。三次项，而中间这是什么？中间这是关于 b 的二次项，反而负不得正的，是吧？整个这个规律和我们在完平方的规律其实是道理完全相同的，是这意思吧？哎，大家都没记住，是吧？所以在这儿呢，这个这样的东西很有意思，他们这到底哪些是负，哪些是正的，以后你还会再遇到，是吧？就去配套一个跟它对称形式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什么？等我们讲到再说。其他的我们补充一点，是吧？希望大家掌握两个，一个是那个三元的完全平方，这打开应该能明白。咱先说二次，二次就会打三元形式的，打开能什么呀？啊，没打过呀？没打过，先算一下。九十乘法总会吧？啊。三项乘三项打开就合并同样之前是几项？啊，我问的太不确切，就九项呗，对吧？九项能合出几个是几个？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在合不同量之前应该有九项，但是这些成绩项呢，每个都是两份，所以就合一块儿。那么我们在这儿并没有写上关于某个总项密的形式，对吧？其实跟多元种问题的特征是有关系的。我们写的是一个轮换对称的形式，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这是什么概念，是吧？大家有同意？哎，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自己去打打试试，是吧？所以三元的那个完形平方公式大概就长这样，是吧？那如果四元的它长什么样？如果是 a 加 b 加 c 加 d 的完形平方呢？那也可以啊 ，a 方加 b 方加 c 方加 d 方加二二 a 加。可以。加行行行，不用一个个说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除了这四个完形平方之外，其他成绩项是不是还应该是二倍的？那你有多少个不同类别的成绩项在四元的时候？啊，有 a b 的 ，c d 的，一共多少种这样不同的成绩项？看这小学排列组合学的不是很到位吗？四个字母当中，你考虑两两乘加有多少种可能啊？六个呗。啊。想明白什么道理吗？对，如果真的让你去打的话，你要自己会打，是吧？这种多元形式的问题吗？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样一个形式，是吧？这个式子确实在这个中学的这个，这么说吧，初中数学当中应该属于入门级的这样一个式子了，是吧？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一次乘二次这样一个三元多项式乘积，这是三个一次项和这是平方项、九次项、乘积项。打开形式反而很简单，是吧？不记得吗？本来是三项乘六项的，是吧？打开理论上应该有十八项，但实际上最后合并的结果是什么样？哎，就这么一个形式，是吧？这个多样式形式比一式乘积形式要短得多，是吧？是三个人的立方和减去三倍的乘积项，其他这些项全部都抵消了，是吧？哎，全部都抵消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在这个三元形式问题当中也是非常常见一式子，就得到三次形式，这么一个乘二次。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式子本身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是吧？那这个东西呢，我们扔到明天，不是明天，下一讲，是吧？下一讲我们再来好好说这个事，是吧？这个事情有很多事，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呢，其实我们把它提炼出来给大家总结的，在整个创造当中常见的固定结构。那如果你去追寻一般的这个结论，你要会打，比如刚才我们留下这个问题，这个三元的完全立方公式真的让你去展开的话，你会不会展啊？硬算当然可以了，没错，是吧？说的没错。但如果你懂一些所谓的这个轮换对称式的理论的话，是吧？你看，其实可以展开的稍微简单一点啊。比如说呢，什么叫轮换对称，都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啊？哎，佳琪没讲啊。真不知道，我没讲。是吧？就是这四个字，是吧？这四个字啊。我们说，如果一个多项式，你交换两个字母的位置，是吧？对吧？比如说在这个式子，你把所有 a 都换成 b， 把所有 b 都换成 a， 那么多项式如果没有发生改变，我们就称这个多项式关于这两个字母是对称的，是吧？或者说的稍微通俗点，叫这两个字母的地位完全相当，是吧？把 a 和 b 交换一下，然后这个式子才改变。如果呢，你把一个多元的多项式当中所有的字母按照一个固定的次序，比如把 a 换成 b， 同时 b 换成 c， 同时 c 换成 a。按照这样一个次序交换顺序的话，多项式的这个形式完全不变，我们就称了这个多项式是轮换的，啊，关于所有性轮换，那大家有这样一个性质。所以轮换对称式在展开的时候有自己的特征，对吧？比如这三次你怎么打开？你就只考虑 a 就行了，是吧？就知道 a 就行了。a 当中应该是什么？这有 a 的三次项，是吧？那既然 a 当中有 a 的三次项了，跟它轮换对称的，是吧？你把 a 换成 b，b 换成 c，c 换成 a， 是不是式子仍然不变的，是吧？因为你这式子中的交换不变，所以外面式子交换也不变，所以有它呢，就应该还有谁啊？有还有 b 的三次方，有它就还有谁啊 ？c 的三次方非常好，是吧？还是第一类。然后那看下一种啊，下一种是不是就有 a 方 b 啊？那根据轮换对称性质呢，有 a 方 b 应该有谁啊？把 a 都换成 b，b 都换成 c，c 都换成 a， 有 a 方 b 应该有 b 方 c， 有 b 方 c 就有b 方 a， 是吧？是这么个意思。那还有什么类别呢？
还有这个 a 方 c 是吧？除了 a 方 b 之外 ，a 方 c 啊，啊也一样的。a 换成 b，b 换成 c 换成 a， 有 a 方 c 的就有 b 方 a 是吧？就有 c 方乘以 b 是吧？最后呢，是不是还有 a、b、c 这样的项？一人一个的是吧？一人一个的。所有的同类项的类别是到此就结束了，不可能有其他形成同类项了，对吧？啊，那其中他们仨是轮换的啊，他们仨是轮换的，他们仨自己是轮换的。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组当中的系数都应该是几，是吧？所以 A 的立方前面系数应该是几啊？你去思考一下，在这个式当中，如何能得到 A 立方就可以了，是吧？这三个依次因式的乘积怎么得到 A 的立方啊？是不是只能是 A 乘 A 乘 A 的一种方式得到 A 的立方？哎，所以它前面系数是几啊？是一，是吧？所以它前面系数是一，这前面系数是不是也是一啊？这前面系数也是一啊？那 a 方 b 这样的项能怎么得到？这三个因式项能怎么得到 a 方 b 啊？啊，就是三个因式当中有两个因式出的是 a 是吧？第三个因式出的是 b， 它们仨乘起来就是 a 方 b 啊。那这样的方式有多少种啊？从这三个因式里挑两个因式出 A， 剩下的一个出 B， 这样的方式有多少种？啊，是吗？是不是啊？有三种是吧？所以既然有三种呢，这系数之间就是三。同理呢，他们仨既然是轮换的，他系数是三，他是不是也是三？他是不是也是三？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吧？是吧？那这个道理是不是也一样？怎么出的 A 方 C 啊？两个出 A， 一个出 C 是吧？方法是不是还一样？是不是还是四三一啊？是吧？一三三。那这个呢？怎么出来 EC 啊 ？EC 前面系数应该是几啊？系数。这三个因式项乘出 ABC 这样的项，可以怎么出来？就选一个因式除 A 是吧？剩下两个里是不是再选一个除 B 是吧？剩下那个除 C， 他们仨一乘是不是 ABC 啊？有多少不同的方式啊？三三。啊？三三。想想啊，先从三个里选一个出 A， 再从剩下两个里选一个出 B， 最后剩下只能出 C。六，老师姐，小明明有什么意思啊？乘法原理学过吗？小时候，这不六种吗？是吧？所以最后验证一下，这东西在合并同类项之前呢，有一二三、十二、二十一、二十七，一共二十七个合并前的同类项，是吧？二十七同前项和这个打开之后，应该二十七项是完全匹配的。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吧？那整个这个对这这整个这个都要是展开展完了是吧？还一共有这十种不同的同类项是吧？系数分别是一或者三或者六这样。说明白什么意思吧？所以这样的工作是你们这个阶段应该没事去做一做，哪怕你是按照整式乘法原则硬打的，打完了合，合完再打，打完再合是吧？也没什么是吧？你在这个阶段应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但如果你懂一些这样的理论，你应该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吧？给你的 a 加 b 加 c 加 d 的三次方，你应该能打。虽然你知道比较辛苦，是吧？这四，这写的打开应该多少项啊？啊，六十四项，或者这样的形式打开应该多少项啊？八十二。合并前应该有八十一个不同的项，是吧？哦。整个打开完了，跟时间取经回来了差不多，是吧？就这种感觉，所以但是这个你们可以去做一做，是吧？但是应该花点时间做一下，明白什么意思吗？关于这两个公式，我们以后会用的比较多，是吧？我们今天可能用的比较少一些，是三元形式是我们这一段用的稍微少一些。等你们的概括能力逐渐提高的时候，我会逐渐变成更多的三元形式。我们先说这么多，大家把讲义打开。讲义当中特意给大家画了一个图，是吧？就是我们那给大家白板上画的那个是完全平方的那个图。讲义上画的其实是一个平方差公式的图，是吧？大家可以顺势拿这个例一来做一下，是传中若在附中的这个真题。拿纸过来，是吧？
所以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看得清晰，左边图其实表达就是这个我们在白板上画这个完形公式这个图是吧？啊，这是两个正方形的，这两个完全一样的矩形，对吧？而且用这个公式，用这个几何图形再给你做什么呀？啊？说是哪个公式的内容啊？说就是这个平方差公式这形式是吧？它这个几何图或者说这个平面的这个几何图形，基本上也只能表达二次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几何概念，对吧？所以它这个其实相当于左面这个图当中是从边长为 a 的正方形当中抠掉了一个边长为 b 的正方形，对吧？所以如果要计算这样一个什么叫 c 图一二三四五六非图六边形这样一个面积的话，就应该是 a 方减 b 方，对吧？然后他呢，把这个下方这个矩形切掉，是吧？把这个下方这个矩形切掉了，说平到这儿去了，啊，平到这儿去了，就变成长乘方的这样一个矩形，算出来就是 a 加 b 乘以几，好吧？第二章第四呢，全部都是这个计算题，大家可以自己做一做。其中第二和第三呢，应该是非常直接的应用，是吧？第四可能会稍微考察一些你们的变形能力。
成长习惯了，别带着那个十字架就直接写代号了，这样。第二几个，第二全部都是这个二次型的，是吧？所以基本都是列高级是这个平滑沙公式这些型的。那这第一个就是 y 方减四，对吧？第二就是四 x 方减九。第三个呢就是负 x 方加九 y 方，看清楚谁加谁，谁减谁，对吧？两个人的和，两个人的差。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应该是。三 f x 和三 f x 叉是吧？就正负第四个，第四个这个可以看成什么呀？负 a 和三 b 的和是吧？还有负 a 和三 b 的叉，能明白意思吗？如果你要实在受不了的话，你可以把这负号都提一提。比如把两个式子一人提一个负号，是负负得正了呀。第一个是就是 a 减三 b 是吧？第二个就是 a 加三 b， 这么看都看得舒服了吧？能明白意思吗？所以转换一下可能看得清楚，包括第五个，第五个这是平方沙公式吗？是。为什么呢？你要注意，其实 x 和 y 前的系数比是吧？啊，或者这么说，系数的数值比都是一样，都是二比三，是吧？所以我们把这个三分之一往外一拽，啊，往外一拽，拽拽不是通用的，又不是方言。还是这意思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公因数往外提一提，一样就变成了二比三的形式，是吧？除了是负的，所以自然这两个括号就变成一个平方沙的形式来了，是吧？所以当然你要注意，这个结果不能写这样，是吧？有没有形式写这样的？啊，这个形式不能作为最终的结果，对吧？这个不是中央式形式，所以中央式形式只能写上三分之四 y 方减去三 y 方，是吧？后面什么意思吗？没有写一又三分之一 x 方的啊，也没有写三分之九 x y 方的吧？那就行了，是吧？那我就行。好，我们说这个第六个也一样，谁是和谁是叉呀 ？a b 与 c d 的和乘以 a b 与 c d 的叉，是吧？打开结果应该是 a 方 b 方减去 c 方 d 方。第七个道理完全一样 ，x 四次方减去 y 方 c 方。第八个道理也一样啊，十六倍的 x 四次方减四分之一。说白了意思吗？看清楚谁是公式里的 A， 谁是公式里的 B， 对吧？第三样是完全平方啊，就是完全，这还有三次，什么叫完全平方？不知道是什么，我不懂，是吧？可能数学老师没想明白，也可能后来有人改了，然后忘改标题了。做完了没有？第三？做完了。尽量按照这个这几个乘法公式去打开，是吧？别真的说按整个乘法规则一个一个乘的，那样就有点累了。
我来简单说一下，就是套用公式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和的这个完平方这个形式，对吧？所以打开应该是九 a 方加上六 ab 加 b 方，像这样常见的系数关系，大家能够有一些印象，是吧？什么一二一啊，一四四啊，一六九啊，四十二九啊，能明白什么意思吧？看到这系数能想到啊，这个系数其实从完平方而来的。第二个应该是四 a 方减去十二 ab 加九 b 方，是吧？第三个应该是 c 方加上四 abc 加上四 a 方 b 方，是吧？当然你也可以关于 a 降低写，不会。第四个是 b 方，我们在白板上可以写一下。如果你今天这个很不适应，你可以先把这个二 a 和三 b 的，是吧？这二 a 和三 b 的看成这个。完全立方公式当中这两个整体，是吧？所以打开的时候应该有二 a 的立方减去三倍的 a 方 b， 就是这样，是吧？然后加上三倍的 a 立方。再减去 b 的立方。是吧？哎，大概这么个意思，是吧？你要就把这二 a 和三 b 呢当做这个两个固定的整体。你在展的时候，第一步就先把这二 a 三 b 保持它们这两个整体不动摇，是吧？这么个意思。那至于具体每一项系数都是几个，你可以在第二步的时候再慢慢算，是吧？那我们在做下一步计算的时候，分别是八倍的 a 立方减去三十六倍的 a 方 b， 然后加上五十四倍的 a 立方，再减去二十七倍的 b 立方。明白什么意思吗？如果你以后熟练点，当然你很快就看出来，八负三十六，五十四，二十负二十七，这些东西看得很清楚。但今天你可能看得没有那么清楚，是吧？如果大家觉得不适应，你可以分两步来做，先把这两个部分看成公式里这两个整体，是吧？也就是 a 加 b 或者减 b 的地方，你就把这两个分单独公式的 a 和 b， 按这些先打开，再去算每一个项具体的系数，好吗？刚来第五个应该是。四 s 方加上十二 s y 加九 y 方，有点错了吗？注意一个数的相反数和它自己的平方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啊，所以二 s 加啊负二 s 减三 y 的立方和二 s 加三 y 的平方，负二 s 减三 y 的平方和二 s 加三 y 的平方是完全一样的，是吧？啊，第六呢也是一个三次形式的。那如果你们足够机智的话，你可以认为这个题目和第四题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你要注意到这两个多项式当中这两个项是都有 x 啊。所以如果你总背它，我们是可以把这 x 拽回来了。这是不是就是指数运算规则呀？乘积的幂就等于分别乘方再乘起来，是吧？啊，积的乘方等于分别乘方再乘起来，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东西打开之后跟上面就完全一样，你们只要把上面形式当中 a 都换成 y，b 都换成 z， 然后呢，最后大家所有项都乘 s 立方就可以了。想明白什么道理吗？所以打开结果应该是八倍的 x 立方 y 立方。等于三十六倍的 x 立方 y 方 z， 然后加上五十四倍的 x 立方 yz 方，再减去二十七倍的 x 立方 z 立方，有没有意义？划算的，然后算出结果是一样的。说明白什么意思吧？所以这种横的变形能力是你们一定要去培养的吧。但是先说到这，大家自己动笔把例四做一做，例四有很多有意思的变形，你可以看一看。哪些整体可以看成类似于乘法公式的这种？
做这做法倒不是说这做法应用就简单，对吧？是希望给大家开拓一些新的思路，啊，可能你会更自然认为，哦，这不两关的地方，我们把两关的地方都打开，然后该合并合并。实际上我们在走这公式上也能看到，两关的地方当中，这个 a 方 b 和 b 立方这两个项正好互为相除了，这一加上来就是 a 的立方项和 a 立方这两个项，是吧？我们在这给大家提出另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把这两个整体看成什么？看成两个人立方的和，是吧？这四项叫什么来着？啊，不记得。所以要换元，是吧？听过这说法吗？啊，在我们心中这是一个立方加另一个立方，是吧？那根据这个立方和公式呢，一个立方加另一个立方就这么一个形式，是吧？这么一个形式，是吧？俩人和，俩人平方和解决成绩项。哎，所以呢，我们这里心中的大 A 和大 B 就分别是 A 加 B 和 A 减 B 啊，那就两个人的和。两个人平方和就是两个人乘积项，大概就这么个意思，是吧？大概就这么个意思。那这个意思当中，最后前面合出来就是二 a， 后面这个呢，就是两关平方和一个平方差，是吧？合出来就这么个东西，乘开的，结果肯定是完全一样，是吧？那对于这个问题来讲，我们给出这个做法不一定是很简单的一个做法，但实际上希望大家能够有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好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不是也一样啊？如果在你心中这是立方差的话，这个问题可能会简单一些啊。嗯，你们都懂过，你们也都是分别先打开，然后合并方向吗？啊，也没什么不好是吧？打开的话结果是什么呀？八倍 x 立方减十二倍 x 方，加上这个六 x 减一是吧？啊，减去 x 立方减三 x 方，加上三 x。核算结果就是七倍的 x 立方减九 x 方减三 x 没了是吧？不是加三 x 是吧？不错，是吧？就这样是吧？就这样。如果你换一种思路呢？因为我们刚才这种思路是不是也可以做呀？两个人立方的差可以看成，两个人先做差是吧？然后呢？大概这么个意思是吧？大概这么个意思。你看，两个人先做差，然后乘以两个人平方和，加上两个人乘积。啊，因为这里的这个结果相对也不是很好算，对吧？不过也还好，可能会转化成稍微简单一点。这个就是 x， 啊，这里头就是四 x 方减四 x 加一，加上二 x 方减三 x 加一 ，x 方减二 x 加一，就等于 x 乘以这个七 x 方减九 x 方。是吧？所以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问题呢，通过我们这第一步利用立方差公式的话，次数降低了一下，是吧？而次数降低之后呢，可能口算起来难度要更低一些，大概这么个意思，是吧？大概这么个意思。行吧，我们先说这两个吧，我们先休息一下。Thank you.
另外就是你能不能看出来这个长龙的结构，是吧？就是说，结合这一些城市化决策的原则，来帮你简化你在城市化决策中需要这个工作量。如果你能把所有这些结构都找到，连我们城化公式就相当的这些计算方式的话，这个计算量会大幅简化。Thank you.
大概这个意思是吧？其实第四啊，就第三或者三或者四都是明显的去寻找二次的结构。那这个当中我们看这是两个人平方各差是吧？所以你看这两个数的和乘以两个数差，是吧？于是这个整体加这个整体乘以这个整体减这个整体，是吧？于是第一个呢，俩人和算来就是负 2a 加上三分之二 b， 两个人差算来的是六 a， 所以就变成这样两个单项乘多是形成这样一个整数，啊，最后把这个块打开。就是负的是二 a 方加上四 a 方，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就这种东西都是你要注意到的变形，我们以后会更加灵活的从乘法公式的左端到右端，或者从右端到左端，确实是好多乘法公式混合应用都有。第四个也一样是吧？明显这个乘方的幂的乘积等于乘积的幂，对吧？我们先把它转化成底式相乘，然后再完成吧。而这两个形式当中，它正好是一个平方差公式，是吧？哎，所以这一打开，这个东西就是 a 方减 b 方，然后再算这个整体完平方，就按照完平方公式打开就可以了，是吧？这两个就是那个公式的东西。第五个也一样，是吧？前两个是一次的，这是二次，这是四次，所以两个一次正好是个平方差，合并之后和二次在一块是又一平方差，新的结果是不是和四次又一平方差？这样的东西是如果你往下写还会写啊，还可以写八次，还可以写十六次，再写三十二次，能都可以一直写下去啊。说白什么意思吗？所以最后算来就是一个八次方差这个东西，是吧？那这个呢？这个这想想干嘛呀？这样一二三四四个平方啊！我老说我会打开四个的完全平方，没问题的，是可以的，是可以。慢慢算呗。所以实际上这里他想按错误说，注意到我们没有平方和公式是吧？只有平方差公式，所以正好两正两负呢，我们应该先做个分组是吧？啊，先做个分组。所以当我们前两个一组的时候，它俩就是一平方差；后两个一组的时候，是不是又一平方差？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分组，就是两平方差先做一组是吧？所以前两张差注意，两个人和乘以两个人差，那就应该是。啊，好，我知道。没这么做。和乘以两个人差，两个人和的正好应该是 a 加 b 对吧？两个人差的正好应该是二倍的 a 加 b 吧？两个人差的正好是二倍的 c 减 b。然后这两个也一样是吧？就平方差的公式用一下，两个人和应该是二倍的 c 加 b 是吧？然后两个人差的正好是二倍的 a 减 b 是吧？所以大家意思呢，我们可以把四提出来，慢点写是吧？那这个呢，其实就没有什么乘法公式说，你也只能把这都打开，然后合一合是吧？那剩下的就是谁啊？这是不是只有二倍的 AC 减去二倍的 BD 啊？是吧？那个 AD 这样的项和 DC 这样的项，不就又约掉了？是吧？比如说最后呢，把这个块去掉。就是八倍的 AC 是八倍的 BD 啊，所以呢，这个经过我们刻苦的计算，发现最后合并之后就这么点项，对吧？如果你真的按照四元完全打开的话，可以预料一下，还是比较辛苦，是吧？还是比较辛苦。太高贵了，这么一个小时，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步骤。是吧？如果是不能在口算这个水平解决的这个程序的话，我们基本都能找到某种乘法公式或者其变形的结构，是吧？希望大家尽量去向这个方向靠拢，给你简化这个算，这也是乘法公式存在的最重要的一点。好，第四我们说到这儿啊，从第五开始我们要看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关于所谓什么巧用乘法公式，其实这都是扯的，什么巧用不巧用啊？大家我给你讲的有一个，第一个就是关于常数计算，这是理论上跟你说的。这样的问题在小学做不做过呀？啊，一百零三乘以九十七，
这个数是如此小，以至于你口算都行，是吧？嗯。把3×97啊，进口类往97一加就完了。但是这里如果让你用超化工来做，看着它特征是什么？都在100附近，是吧？所以如果你意识到这是100+3×100-3，有问题是不是就差不多呀？是吧？那是根据平方差公式，就是100方减3方，这数得几啊？999。对，10009是吧？9991，1991，没线索，还是线索。所以之所以你看到这样的结果，其实还是找到了在常数计算当中的某种乘法公式的结果，是吧？得到乘法公式来简化你的运算。说了这样的事儿，总会想到有些同事在白板上，其实在黑板上啊，是吧？很久很久以前了，是吧？口算这种数，是吧？嗯。讲过这故事没有啊？讲过了，是吧？所以你要练这种东西，它怎么口算的，是吧？这口算当然有技巧的啊。那就等于3800的平方，加上2×3800，乘12是吧？加上12平方。所以你看，整个这个式打开之后，你就可以一点点口算，这东西出来是啥？38平方会不会口算？还能难吗？40减20平方呗。1600减16，然后中间这个你再看看有多少进位的是吧？这个二先拿小的算是吧，就是二乘那个是76是吧？啊，760加上，不是你只把这个两个零先补上就对了。那76×12，152，912。啊，就这么个意思是吧？啊，你这数算错了啊，1444是吧？所以其实就是你会看到它整个这数拆的怎么回事，就是先出前几位，然后看看这进多少位，再出这几位，最后出这几位，是吧？所以它这口算是有这个逻辑在里头的，它很难做到说我把这所有公式都在脑子里全算出来，它是先把前几位写出来，然后再看这个剩几个先留着，然后再进几位的时候再算进去，是吧？再算进去，是这么个意思，是吧？直接出来就是14531344是吧？就完了，是吧？所以这种东西你真的要去口算，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是吧？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你就累一点吧。这种东西是你这一段可以去练的东西，是吧？虽然真的要练一段，就是你要去不停的去训练你的脑子，怎么去存储这些数据，然后没有用的删掉，有用的留下，是吧？一点点把这个，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特定的方法，是吧？如果你按照这个大乘法的这个数式那样的一个来，是吧？那数据量就非常大了，是吧？存储起来也很困难，没有什么规律，能明白什么意思吗？啊，所以这种故事我就不再讲了，希望大家这个阶段多练练计算行，自己把这个什么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做一做，哪个呢都有一些跟乘法公式有关的地方在里头，是吧？
王静元。该死了。没有啊，你是叫黄静元吗？你自己也怀疑了，你是不是叫黄静元？啊，是啊，你没问题了呗。任瑞文。到。宋小初。赵永龙。到。丁浩玉。到。全新。夏林旭。张立瑶。都不带是吧？去寻找这个常数集团当中的乘法公式结构是吧？
后边二零一三的情况，从二十几、二零一二、二零四都跟这有关系，是吧？
对，一个是2014，2013加一，一个2012，2013减一。对，前辈完平方一啊，前辈平方差一打开，正好两方都是全抵消了呀，剩的就只剩负一了，是吧？说明第四个单位结构是完全一样。这底下的分母是一二三四六的平方，一二三四五乘以二三四七，这老师也够无聊的，是吧？这挺会编的啊。哎，所以这两个数是不是一个比它多，一个比它少，也就这么一个结构，是吧？那后面这平方差一打开，分母结构就是几了？就是一，是吧？所以算了半天，分母就是几呢？这数得几啊？所以跟分子是谁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分子是谁就写谁就完了，是吧？不影响你可能的计算过程。明白什么意思吗？那这个第三个时候也很明显，一加一减一加一减两个概念，我们马上就是分组，是吧？各个工作还是个分组的工作。那在每相邻的这两个一加一减当中，是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平方差了，是吧？就是平方差。所以它俩呢就变成了2015加2014乘以2015减2014，是吧？因为每组这两个数是不是都是相邻的，这个差就都是一，对，于是呢，自然第一步我们把这一分组平方差就变成这么一个形式。这是个会算吗？啊，这是个什么来着？总差之列求和，是吧？所以就把二分之一怎么背来着？首项加末项，是吧？内项和副项，所以这同学写到这儿1008乘2015，然后还在这列大数式，这很丢人的，是吧？丢人的，是吧？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哪有这么比算的？也是这么比算，是吧？2015000加上16120，你也是这么比算，哪有拿大数式比算的？什么年代了，对吧？所以这就是2031120，是吧？是这意思吧？那我们来看最右这东西，这东西做没做过啊？前面补个七。因为做不做过，每个都是七乘什么加一的形式，它的指数是二的方幂的形式，是吧？1248162这么上台阶的形式，是吧？所以呢，我们为了找到乘法公式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在例四括号五当中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是吧？就非常像啊，有一次一平方差，然后平方差出来这个呢，和二次平方差是六平方差的，然后再和四次是六平方差的，再往里再和八次是六平方差的，道理是不是都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缺的是谁啊？好，我们缺的是谁啊？缺的就是这个负的这个形式，是吧？我们这所有都是正，所以呢，我们为了找到平方差结构，我们强行在前面配一个7.1。那当然呢，7.1不是白乘的，是吧？7.1几啊？前一个六，是吧？这都不算是吧？前一个六是吧？所以呢，乘六就还要乘一个六分之一，对吧？保证这个乘的是一才能白乘，是吧？啊，对了，白乘。所以呢，后面这一块是不是进入我们的这计划当中了？它俩一合并是什么？7方减1啊！啊，它俩一合并就是7次方减1，它俩一合并就是依次类推，是吧？所以最后呢，原式就等于什么？六分之一的七的64次方减1，是吧？那作为那个题的结果呢，其实你最好写这样，就是六分之一乘以七的64次方啊，再减去六分之一，啊，写这样可能稍微好一点点的，但你写这样也可以，是吧？但不需要把什么7的64次方再算出来，是吧？这其实比较超越，已经超越这个科学计算器的范围，你可以估计一下这个数大概多大，没错。计算器还是能给你写一个什么什么多少乘以10的64次方，写个科学计算法，计算器还是能做到，因为这个没有超过10的96次方，它还是能做到，是吧？但是你没有太多意义，是吧？这7的64次方本身，7的64次方本身就是个乘法。7的64次方，你摆在这儿，一般来讲，原则上就是。如果是个一位数的底数的话，大于点10次就摆这儿，然后小于点5次的尽量算上，是吧？中间一般也不会出，就中间都无所谓。其实是没有那么严格的界定，对吧？你说我要写个3的5次方摆在这当结果行不行？也没什么不可以，这种信都是3的5次方得几啊？23，是吧？就像包括2的10次方，我摆20次方摆在这当结果可不可以啊？根据我原则可以摆到20，但我信都知道它是120，能明白什么意思吗？没有那么严格的界定，是吧？那这题我们可以多讲一点。有人能认出来这样形式是不是什么东西吗？对，我刚才没有。
错就是刚才那式子。你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形式的式？糖水不糖根儿啊？糖水，这跟糖水没什么关系是吧？你在哪些，尤其是暑期班、学有暑期班同学，给你想一想，你在什么地方可能见过这样的形式？谁的多少次方减一比上谁减一的形式？是吧？那应该免税的。有人注意到了吗？这其实跟邓美春的求和公式是完全一致的。首先啊，邓姨，邓美春求和公式怎么样？都不记得是吧？这暑期一共没有多少有难度精髓的东西啊，我全部记得了。白上啊，因为暑期你没上过是吧？那你吃亏了。这邓美春求和公式是吧？首先，邓姨一减公比分之。一减公比的 n 次方，当 q 不等于一的时候，是吧？刻意给你写个一乘是在干嘛？提示你去看到这个东西，是吧？首先可以这么一串，所以这样一串式子可以看什么？一个首项是一，公比是几啊？公比是七的这样一个等比数列，这个等比数列应该有多少项？啊，你看这公式里谁是项数啊？这个是项数吗？啊，这是四项。所以这应该是个首项是一，公比是七，一共有六十四项的这样一个数列的前六十四项和是吧？它们的和。那我们写一写这个六十四项的数列应该都有哪些？从一开始，下一项谁啊？七，再加一项呢？第四十九，七方是吧？三次。一直到七多少次方？七的六十四次。啊，一直到七十多少次方？六十三。那么多说六十四的，真的假的？咱下午都困了是吧？脑子也不转了。六十三。一共六十四项是吧？这么多是吧？一是谁啊？一不就七的零次方吗？学过没有？啊。还联系什么呀？还别人干嘛？你联系找别人去了是吧？太良心了，哎，我良心在哪儿呢？哎，对，这个数列应该这样，也就是说，这个式子可以看成这样的一个等比数列，六十四项，它的和表达式就是这个。那这个东西我们是怎么得到的？这刚才从事儿得到的是吧？这什么意思啊？这意思是不是这东西一乘开，就应该等于这个啊？你信吗？信吗？不由得咱不信，对吧？这都恒等变换了，对吧？我们不认识这些乘法公式，算算出来的乘法公式出来是这样，这个东西就是邓美春求和公式，邓美春求和公式它的和，它的和应该是这个，这应该是这个，那不就一样吗？别问的问题只有这为什么会是一样，是吧？怎么回事？就这个式子乘出来看起来匪夷所思呀，突然就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你们看着这个东西跟你们小学学过哪一个问题其实是有联系的。算了，我估计你们也联想不到，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小学学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只能往天平一边放砝码，整数科的啊，整数科砝码，要想称出来所有一到六十三科的所有的这个质量，需要至少多少枚砝码？一、二、四、八、十、你当时怎么知道用这形式就是什么形式啊？就是二进制的形式是吧？你当时怎么知道用二的 n 次方这形式？你要一到六十三，我就数到二的五次方等于三十二就可以了。所以一共只需要六个不同的砝码，就能把一到六十三颗的所有的阻力都乘出来。还记得这个问题吗？记住。你如果记得那个，这个为什么不会？这是指数吗？这是不是就是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出来这是不是就是一到六十三？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比如我随便说一个，我要找七十四十八次方，七十四十八次方是怎么乘出来的？回到刚才那个乘法啊，整式乘法当中去，这是四十八次方怎么来的？是不是十六加三十二就是四十八呀？那前面四个音是不是都除一就完了呀？看明白什么意思吗？一是不是对应七的零次方啊？十六加三十二就完了呀？那换一个，如果这个三十七次方呢？这怎么来啊？一个三十二，还有谁啊？一个四，一个一，一个四，一个一就完了。所以他出七，他出七四个，他出七三十二，其他三个音是不是都出一就完了？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吗？而这种分拆之间是唯一确定的，你把一个十进制数写成二进制数，情况是不是完全一样？不是，这不是唯一对应的啊，一对应的，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所以没事，如果你能做到这样思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说，哎，这玩意儿不是怎么一个求同数，没事求同数，他就是他，他俩为什么一样？啊，如果你想要求同数学到这种程度，那就说明没该学，对吧？如果你老记得，哎，他们还是好玩的。如果两边都能放的话，可以用三进制来做，是吧？那就没意思了，是吧？就没意思了。好，希望这些东西对大家有启示。第二个，大家可以自己做一做。白就白学了，是吧？光想着怎么做题这不行，你要去思考。谁这样说你小学奥数学的好啊？你中学学一东西，哎，这跟小学的什么东西有研究？你想想怎么回事？还说小学奥数学的好？咱也学，你学的是什么小啊？你老学那没劲儿玩儿，没什么用的。什么挪动两根火柴，把这两个瓶子变成一个瓶子？都没坏了。做那题吧，拿槐味儿，槐味儿是菱形是吧？四个槐味儿拼一个菱形，你挪动两根槐味儿，把这两个菱形变成一个菱形，很简单，然后变成了这样是吧？一个菱形，这不就脑筋急转弯吗？这不就是对吧？那就你把这两根挪了，一个摆成一，一个摆成个。所以这个问题就属于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上，无聊了。幼儿园的幼儿园出一出题还可以，然后就逗着小孩玩也行，就不能当数学题来出是吧？那个应该见得清。
打开之后呢，我的答案 XY 打开，是不是每一步都进入口算算法呀？所以为什么说这样题就是口算题呢？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正确的口算方法，对吧？口算不是逗你玩的，所以这个东西，这时候就有完全公式啊，那就单向横光的打开，你就自己想。所以它写开就是 x 方加上 2xy 加上 y 方加上 4xz 加上 4yz 再减 12z 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按照降幂的顺序整理一下，或者强其次的形式，是吧？就这样。这样也可以是吧？这样也可以，或者写成按照 x 降幂的顺序也可以是吧？都是符合这个题干的，啊，都是符合的。我明白什么意思吗？如果 x 降幂怎么写，就把它俩换一下就行了，是吧？对吧？把这两项换一下。好吧，希望大家这个思路能越来越开阔，你们说怎么做，对吧？好，来我们再说一个吧，这个。一期开始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一点点简单的、非常标准的这样的问题，是吧？对于这样的二元问题，所谓的二元对称式，在这两个式当中 ，a 跟 b 的地位是不是都是完全对等的？你把 a、b 互相交换，这式子是完全不变的。所以从它俩出发，所有关于 a 和 b， 只要它俩是对称的，这样式子都可以用这两个来表达。比如说。我们就不用做什么例题了，其实我们直接做这个例题例题一就行了，是吧？连数都没改看了。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个两个人平方的和，这东西怎么做呀？什么样的乘法公式跟它都有关系啊？完全平方啊，是完全平方公式是吧？那个 a 加 b 的完全平方 ，a 加 b 完全平方比总值多少啊？再减去那个二 a b， 这个比例多少？多两倍的乘积项是吧？你让这二就行了，是吧？体力的数字，我看是不是得几啊？哎，就得十四是吧？那这立方呢？立方的立方将怎么做 ？a 加 b 的和所以相对简洁一点的可能是这个立方和公式是吧？其中呢，这 a 方加 b 方，你们在第一问就算过来了。昨天这数得几啊？哎，就52是吧？啊，当然了，你也可以拿这个来做。那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差多少啊？差很多，确实。真的很多吗？真的挺多的。这个和这个差多少？差这个三一个三倍的 a 方 b 是吧？三倍的 a b 方是吧？所以如果你把大家公共都拎出来，是不是这个呀、还剩谁啊？是吧？这事儿就是三倍的 a 方 b 和三倍的 a b 方。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对，一样啊，这周你也知道，这你也知道，这你也知道，该你算什么？这四次方怎么玩啊？要不我们把 a 加 b 四次方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其实不是不可以的，但我们作为这个机智的年轻人，我们有更机智的方法，对吧？怎么做比较好？老师，怎么做比较好？一直用那个 a 方加 b 方的。我们又已经算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了，是吧 ？a 方加 b 方的。我站在了前两问的肩膀上，我们可以。把第二问平方一下，不是第一问平方一下，是吧？那这个和这个相比多了多少？然后减去二 a 方 b 方。哎，多了两倍的乘积项，是吧？我看这乘积项呢，是一个数字形式，是吧？平方乘平方的形式。那就是。所以口算这数得几啊？94算不了。这口算不了，这不是第二第一问就算过了吗？哦，那就是。我6减2。这194是吧？94。哎，那第四个就是五次方怎么来啊？a 方 b 方 a 三次 b 三次 a b 用前两问加 b 前两问乘以、哎、所以这个五次方啊，如果你想把这个 a 加 b 五次方一下呢，理论上也是可以做的，就是累一下呗，是吧？站在前两问的肩，六次方。
这种话学得倒挺快啊。然后再减去 a 方。原话原话谁说的？没说错，就是你说的。我太想笑了。你想到的还是炖牛是吧？这还有日本人说话风格，把这动词放后面的。他这两个应该比这两个多一些啊。这是 A 的五次方，这是 B 的五次方，多的应该是 A 方 B 方 ，A 方 B 三次方和 A 立方 B 平方，是吧？提 A 方。我们把这个公共部分一拽，就剩这样的部分了。那就是。来，口算就是得几啊？七二四。来，听到第一个答案七二四，没有别的答案。口算五次方，错，不错，是七二四。有人复议了是吧？还有别的答案吗？七二四。这十四，这五十二，乘以乘多少？七百二十八是吧？这个一是吧？这个四，是算是对的是吧？哎，所以这样的能力其实也要求大家对于这些乘法公式或者说一些恒等变形的结构足够熟悉才可以是吧？在三次以下的结构当中，就是我们在乘法公式里研究的措施，是吧？基本就局限在，如果是二十个问题，就局限在我们给出的那七个重要的乘法公式，是吧？怎么找到和已知的以及你要求的结构都有关联的乘法公式，就是你的任务了，啊。至于四次及以上的，我们在中学段可能会做的比较少，不会做特别复杂的四次及以上，这种问题。说明白什么意思了？还说个无聊点的。这会多吗？这个两个字母对称形式的式子是吧？拿 a 加 b 和 a 乘 b 表示一下。哎，这里 b 怎么没了呀？ b 就 b 和 a 的三次方 ，a 的乘积呀。对呀、啊、，b 是 a 的分之一，然后 b 的三次方是 a 的三次。对呀、啊、，b 是 a 分之一。随便得几？所以就是 a 的三次方加 b 的三次方。不都在玩了是吧？由于这里呢 A 和 B 是会倒数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B 的地方是吧？就是 B 的地方。哎，其实这是第三本是吧？有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我们其实是说不清楚这 A 到底是几的是吧？以后就会懂 A 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可能。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换成关于 A 和 B 最深形式式子，我们总能够通过这样就整体代入来一种啊。所以希望尽量像这样的形式去转化是吧？好，不说了，先休息一下。嗯，
差不多是吧？就这样东西都是在考察你对二次和三次场控制程度足够熟悉，是这意思吧？你还是一点迷茫的程度啊？意思就是够不熟悉是吧？成谁呀、啊？真是这样，我们会反复跟这些东西打交道的是吧？所以这个乘积项怎么由这个平方和一次的和得来？我们知道一次的平方是比平方和多两倍乘积项，所以大家这么意思是吧？这个方解决它俩平方和等于二 ab， 所以万乘二分之一得到六 ab 啊。因为到我们代进去的时候，这个是九次平方减去五次三，是吧？算出来这 ab 等于14。有问题吗？那这第二问到底是你用上面式子还是用下面式子都无所谓，因为这是你有 a 方加 b 方了，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拿减的形式的这个完全平方来做，对吧？就差一个二倍的乘积项，啊。那当然，如果你更多的会面对由 a 加 b 和 a 乘 b 这两个部分得到的，是吧 ？a 加 b 等于，就像我们在第七或者说历史一内提到面对 a 加 b 等于四 ，a 乘 b 等于一 ，b
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以后遇到更多的，所以你可能会更习惯用上面这个形式来做，也没什么关系，是吧？你比和的完形要差多少，差不多4倍不一样，是吧？就这么说，算一下这东西等于什么呀？几是啊？三几28？25吧？所以这里呢就要多说一句，那这 A 减 B 呢？这个问题啊，是吧？是。所以如果所以也是无聊的吧？所以如果你今天说五呢，我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以后要注意到，一个数和三角数完平方应该是相等的，这我们之前说过这个观点是吧？所以如果五的平方等于25呢，负五的平方是别等于25啊。所以它之所以会等于正负五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式子本身关于 A 和 B 就不对称。还记得我们说这对称的概念吗？交换 A 和 B 的时候，式子往后变。你在 A 减 B 这形式当中把 A 和 B 一换，形式变不变？变成 B 减 A 了是吧？能变成什么意思吗？所以实际上对于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就自己试一试也能试出来，是吧？可能一二的方程你现在还不会解，但你试试数也能试出来。满足这个条件的 A 和 B 只要一个是7，一个是2就行了。是吧？但是其实呢，谁是7，谁是2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人家俩式子关于 A、B 不是对称的吗？所以谁是7，谁是2都可以了。看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这个式子本身是不对称的，上面那个平方才是对称的，是吧？它打开是不是 A 加 B，A 方加 B 方和负 2AB， 这些都是关于 A 和 B 对称的。看明白什么意思吗？一平方肯定对称，同理 B 方是不是也是对称？四方是六对称的，能明白他说什么吗？所以以后你可能会面对一些研究两个人差的问题，或者是研究两个人差的绝对值的问题，那就好办多了，对吧？如果是绝对值的话，是永远在用法，对吧？如果你要研究切法，就是 A 减 B 的形式，你要心里知道，可能是大减小，也可能是小减大。说明白什么意思吗？好吧，这关于这个，这个大家也再练一练。这来个立方，立方能不能看啊？
放成问题吗？嗯，首先呢，这个你要意识到这立方差这个形式和一次差是有联系的，对吧？那根据这个乘法公式呢，一次差乘以这样一个二次的因式，应该等于两个立方的差，是吧？所以实际上这个是100，这个是5，你就根据已知条件呢，这一串啊，奇怪这一串就等于20，啊，等于20，啊。跟这二次一样的，我们把这一次平方一下，这个东西算出来呢，应该等于5的平方，就25。啊，根据完全我展开，它是立方，立方也有，然后也有呢，乘积项是吧？所以在我们心中呢，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还原的工作，就说 a 方加 b 方呢是第一个整体，是吧？这 ab 呢是第二个整体，是吧？就第二 ab 呢是第二个整体。那这里其实有一点这个二元方程组的感觉，是吧？小学学过一些简单的方程组吗？啊，没有啊。没有的话就比较难办了，是吧？学过的话还算好办一点，是吧？因为我们可以所谓加减消减一下，是吧？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减掉这个东西，那应该还剩-3倍的 AB， 是吧？是吧？-3倍的 AB， 是吧？然后在右边一减一下，应该就等于5，所以这 AB 等于负3倍，是吧？啊，但是呢，另外一个整体 A 方加 B 方等于这么一个奇怪数，是吧？这么奇怪，所以实际上顺势我们就把千万都解决了，是吧？我们会在第三讲和第四讲的时候详细讲那个方程和一般的一次方程的解法，是吧？一次方程的解法。但是第三问呢，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刚才第7也好第11也好我做过这个工作，从二次到四次，是吧？我们就四次就把二次平方一下，是吧？那这完全我们就减到2倍的乘积项，所有东西都可以进行代入去。其实这个计算也没有那么复杂，而入平方都会的话全学过没有啊？全学过没有？头疼，给大家证过没有这个头疼？你给大家证过没有这个那公式怎么来的？是不是这意思啊？其中 PI 就是等于10啊。他说的这两个乘法是不是用我们整式的语言就这么个意思啊？看出来什么意思没有？大家十位数都一样是吧？啊，个位数咱俩合着10。我们把这整式方法打开一下，是什么东西啊？不是100n方，加上10n倍的 p 加 q 是吧？然后再加上 p q， 是吧？其中 PI 等于10是我们已经常限定的，这是不是就10啊？于是呢，就是100倍的 n 乘 n 加1是吧？100倍的 n 方加上100 n 以及这个 p 乘。所以呢，你这个 n 乘 n 加1一定是谁啊？是不是一定是100倍及以上的部分？因为它前面有信息100是吧？而 p 就是两个一位数，它乘积也不可能超过100是吧？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65乘65等于4225是吧？看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你们的小学老师肯定这个都是做的滚瓜烂熟的，是吧？他实际上清楚这都是怎么来的。但给你讲的时候，他不会给你讲这个，是吧？我就告诉你啊，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咱们先算一算，算出来，哎，这么回事是吧？哎，凑6吧。能明白什么意思吗？希望大家做好这种小学思维到中学思维的转变。中学的时候你不能实践两个就感觉啊，这好像挺一样的，是吧？我们也举过实践的几个好像都对了，好像全不对的例子，是吧？所以一定要自己尝试去用一般的数学去证明我要应用这个东西是正确的，然后再去用，是吧？不然你不要乱用，是吧？你认为很显然的东西通常一点也不显然，甚至还有可能是错的，是吧？你认为很显然的东西通常不怎么显然，甚至有可能是错，好吧？所以这就是4+25=50这么一种，一看不能约分就摆在这就完了，能明白什么意思吗？你也不需要画成概念数，是吧？摆在这是不能约分吧，是吧？能不能背三或者九整数怎么验证来着？看数字盒是吧？多求啊！好，最后这时间我们聊这个，这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方程组了，是吧？这有三个未知数，然后还有二次项，所以我们后续会说，这个当你这个未知数比方程数要多的时候呢，这个方程组通常不太能解决，是吧？不太能解决，但也会有例外。什么时候会例外呢？
所以可能我们今天这个变量问题呢还没有太多的感觉，是吧？以后我们会讲那个多元方程怎么办。首先第一个词就是你要求圆，圆太多我们不会，对吧？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降次，次数太高我们不会，对吧？这也是我们未来去研究多元的方程组问题，或者是一元的高次的方程问题的时候，核心的两个想法，就是我们其实最会解决的方程叫做一元一次方程，这是我们第三讲的主题，是吧？是我们第三讲的最简单形式的这样的整数方程。所以新的形式方程，我们会向它去靠拢。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去把这个形式转换转换。既然 x y 等于5了，我就先把这里的 x 换成关于 y 的等式，是吧？这个过程叫做一个代入校园的过程。是吧 ？x y 不等于5了，那我就把 x 用5减 y 来代替它，明白什么意思吗？啊，那这个东西我们把右边算一算，看起来我们还是不会做，是吧？或者一般的，如果是真的是一个二元二次方程，我们确实不会做。那为什么突然间从中就能做呢？或者我们再换个写法。把这所有变量挪到等式另一端去，写这样能不能看出怎么回事？写光顾着抄抄有什么用啊？对吧？就脑子，脑子很重要。希望大家都有它，是吧？不开这玩笑，这网络断了啊！脑比较重要，想想这节目能看出什么来？有没有什么你感觉似曾相识的东西？提示大家去留意的积累几个常见的系数关系，对吧？一二一啊，一四四啊，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说还没开出来啊？不至于吧？这是三个平方，这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是一个完全平方公式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考虑呢，根据完全公式结构把这个还原回去，是吧？它其实就是谁的平方啊？这画浪线这三个项其实就是谁的平方 ？a 方加上 y 加三或 y 加外减，哎，外减外加上外减。想好了再说啊，孩子们，别拖长音儿，说就大家慢慢说。这是谁平方？外减，其实就是外减三个平方，对吧？是这意思吧？中间是人乘积项，六个 y 全部是负的，是吧？所以你这里应该是减，是吧？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好好翻译翻译，叫 z 方加上 y 减三的平方等于零。为什么就突然知道 y 和 z 都是几了呢？平方有个非负性的。哎，所以到这儿就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平方一个重要性，叫做非负性，是吧？所以呢，这个 z 方呢应该是大于零的 ，y 减三的平方也应该是大于零。这两个结构和既然会等于零，说明什么呀？都是零，是吧？所以就只能是 z 呢就是零 ，y 呢就是三。那既然那 x 是几啊？啊。因为他们加起来不是等于五吗？是第一个方程告诉我们，是吧？加起来等于五，那 x 是二。当然这题没错啊，人家求什么？什么来着？这样。口算一下是不能几啊？八。咱后面都无所谓了，是吧？对，我们这里其实给大家就是提示一些处理这些代数式问题的一些特定的技巧，是吧？我们把这个具有平方的结构凑成完全平方，去利用完全平方的性质，比如说非负性或者其他一些什么性质，来解决一些看起来可能不能解决的方程。这样的东西我们还会在三四讲当中再去见到就行。先说这么多吧，剩下时间把这个刚说的发现，给大家十五分钟的一个，别十五分钟，我们就做到四点半吧，比十五分钟还要多一些。